You're the new MC, you got the remix. Keep it on repeat, just let the beat kick. Everywhere you go, you bring the roof down. Everybody knows you got your own sound.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蛮斜的哦。嗯，哦呦，32度，不止啦，我觉得应该不止。然后 A B C D， 通常就是往最高的走。我们直接先到 D 去吧，手刹车。哇塞，哇塞，这个有够陡哦！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啊，这个超陡。这我已经有一点往后的感觉，我说我的身体有点僵僵。哎呦，有人嘞、欸！下回好像不是我们说搭哪里就搭哪里哦。今天要问一下呢。好好好，来问一下，问一下。好美哦，天哪、啊！这个景色真的是有够美，不是我在讲，很像仙境的感觉。对，这样好安静哦。大概知道这边的价格多少吗？过夜一个人。200块，这边真的很舒服，尤其是如果你是喜欢安静的，然后你喜欢那种像仙境的感觉，没错，然后又喜欢高海拔，我感觉这应该一直都会有云海。如果你去弄什么司马线，然后你去了好几次你都看不到的话，我觉得你来这边一次就结束了。但还是要云海的季节啦。那这样吧 ，Go。今天要跟大家开箱的这一顶呢是 Canvy 的螃蟹杖。那其实我们之前影片已经有本来要开，后来就是因为发生一些状况。那今天我们除了开螃蟹杖之外，我们还会增加一个他们的天幕。对，这个天幕超酷的。如果有看过韩国的庇护所，大家就对这一顶会很有感觉。那是甲虫天幕。脚为什么要跳一下？平衡啊。它总共就是4根银柱，那有2根直的，就是在它的上面，就是螃蟹那个脚的地方。对，那另外2根就是比较长的银柱呢，它有一长一短。那我们就是先把它的长短的短的这个做记号，才不会搞错。那它短的话就是在前缘，它总共只有4根银柱，我觉得女生单人都可以搭。那比较特别的是呢，我们首先搭的这个是它的内脏的部分，就是内脏，不要怀疑，我们是先搭内脏，然后呢，它再来是有一个外脏的部分，我们来搭外脏吧。那外脏的部分呢，就是找出你的前后，然后把它穿上去即可。这是它前门部分 ，Go Outdoor Heart。它有定位孔，你看，对，直接。这边有一个魔鬼毡，把它粘起来，它就会这样通通的透气。这你螃蟹杖他们还有天窗，对，它的天窗是采用 TPU 的。如果满天星星，晚上就可以开窗了，然后关机。对，而且韩国啊，不是最喜欢下大雨，流量就会爆好。再过来天气冷的话，他们有布。他们很特别，他们雪裙是另外附的，就是想要让你当四季帐啊。对，没错。因为其实天气冷的时候，差别最多的不是说它是科技棉，或者是它是什么丹绒的，不是丹绒，丹绒是格勒斯尼绒，或者是说科技棉，这些的差别都远远低于你有没有雪裙这件事情。看他们的雪裙啊，它上面有编号，每个
长度不太一样嘛。对，对，它已经有编号在上面了。不过你很怕搞不清楚这个雪裙的方向，它已经很贴心的帮你标示英文了。F 就是 front，B 就是 back。然后 S 就是 side， 所以就是非常轻松，你完全不用担心可能搭错，然后拔掉重来啊，没有这个问题。好 ，OK。啊 ，easy。这不就有雪裙了吗？还需要纠结什么？大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对，就是为什么你们费用可以收到这么的破盘啊？不是，我跟你讲，因为隔壁很多那种车床天地在说嘛。哦，车床天地他们说350嘞。哦，所以你的对手是车床天地是不是？不是露营区啊？没有，你不要跟我价格真的是太佛心了。对，平日的话，他就是收过夜钱，两点以后可以进场。那一个人的话就收300块钱，如果你两个人以上的话，一个人只收200。所以我们今天这样才400块。对啊，400块耶！你知道400块我们一家三口买便当都不够吗？而且我觉得这边真的就是那种鸟语花香的感觉。对。从天幕出体验，哦，我觉得我又想出来了很多种可以变化的方式，不管说是直接把它拿来当一个帐篷用，然后用行军床，或者是把它当成一般的天幕使用，或者是把它当成一个公共的客厅区，它变化性很多啊。而且重点是，它把传统的隧道帐拆开了，比如说你冬天夏天都可以去做使用，我觉得这一点算是蛮聪明的。我手机啊。你手摸得到吗？我手硬要的话是摸得到的，可是很哎，空间感超好的，而且我怀疑我们的帐，应该是进得去吼。对，我们的螃蟹帐应该是进得去的哦，完全进去哎。对，还是我们把它。不行了，围下钉啊，中间上面，中间上面，好，叫什么？一个钩子，对，吊灯，哦，贴心。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你夏天的话就是通风，对，然后冬天的话，你知道，它有附 TPU 的那个，可以把它架起来，然后前面也有透明的。我坐起来觉得好浪哦。对，你可以把我们桌子摆成横的，对对对，大家坐在两边，我觉得塞个10个没问题，12个人没有问题。刚发生一件突发的状况，我觉得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聊聊。对，嗯，因为我们看了其实有其他的记录，嗯，在正丰茶园这边就是有焚火，那我们很自然而然就我们就带焚火来了嘛。可是呢，刚慢慢去洗菜的时候，我发现洗手台旁边的注意事项，我就是。稍微看过，对对对，然后我就看到了它有一点是写说禁止木材，对，禁止烧木材，没错。但是如果你要烤肉的话，是可以用炭筋的，就是只准炭筋，不准木材啊。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因为我们其实很注重，就是我们到人家家，然后他们的规定，我们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又看到说网络上有一些人也有焚火，所以我有点 confused，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因为已经超过7点了，我就传讯息给就是银主，对，然后他立刻打电话来，然后他说怎么。然后我就跟他告知说我遇到这个状况，然后去询问他说到底能不能焚火这件事情。那他给我的答复就是说他是不希望焚火，他是禁止焚火，因为呢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会跑来跑去，那可能会造成危险之外，那以及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在处理这方面灰烬的时候会乱丢，对，会乱倾倒，没错，这样子其实会造成他们的一些处理上面的困难，对，所以他其实是禁止的，与其这样不如都不要之类的。对对对，没错。那刚刚跟遗嘱在 LINE 的对话里面啊，然后我有跟他说，就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然后我也焚火了，那我们等一下就不会焚火了，那我们的灰烬我们也会处理好，就请他不用担心。发生事情的话其实就是理性沟通，我觉得真的就是理性沟通。嗯，所以跟大家提醒啊，嗯，录影的时候一定要做功课，他们的规矩都会在 FB 的粉专。嗯，真的要仔细看，因为我真的就是没看，我有看。你看别人的影片做功课，
对，被发现了就全部一起错。对，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会把它拍出来，嗯，然后跟大家讲这件行为，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看了我们影片跟着错错错错错，嗯，那这个是有哦、有看到吗？红色在闪，红色在闪的，然后它的叫声。对，如果你们在营区听到这种声音的话，其实就不要犹豫，不是它的闹钟在响，很有可能你的警慎就救了一个人，这非常重要哦。这个一氧化碳是往上面走的，所以你不要放在旁边，要挂起来。喷到脸。我说哦，因为好还蛮多人会私讯问我，或者是留言问我说，就是我们的烤盘跟我们的瓦斯炉这样子的 size 是可以的吗？烤盘大小不能超过你卡式炉大小。对对对，你要嘛就在上面铺个湿的抹布，或者是我会这样子啊，因为它这边比较窄。这边比较窄，然后我就让它在这边，就是不要让它的高度超过它。这些小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往我这边分啊？啊！注意的是啊，他们只有提供冷冻哦、喔。哎、欸，对呢，没有看到冷藏，没有看到冷藏哦、喔。对，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小心楼梯，它是在台阶上的。对，上面是两间淋浴间，这边是两间厕所，一个坐式的，一个是蹲式的。然后男生的小便斗，就是干干净净啊。哎、欸，有围起来、欸，有人权。有围有人权。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这样是不是意思就是要把20公斤的木头带回去？没事啦。下次可以烧多一点啦、啊。营主是禁止引火，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来正风茶园的话、嗯，这一点就要特别注意。没错，没错。你要烤肉就使用炭金，然后要取暖的话，可能没有暖炉啊、嗯，或者是陶瓷暖炉啊这些东西，没错，那就不要带焚火台。对对对，应该说那就不要用木头来焚火了。没错。这时候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你永远要留后手。我有在没有暖炉，对。但是说没有暖炉，很怕在室外有风的情况下、嗯，会有黑烟。嗯，对，或者是燃烧不完全的状况。我们现在这一顶甲虫天幕呢，它下面是有洞的嘛？对，我去把它的洞装起来，我就不怕漏风了，不怕有风在那边吹了。嗯，透明的观景窗，而且它还有雪裙，真的就庇护所哎、欸。我们四边的 TPU 雪裙都已经拉下来，然后发现风从前面过，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门装起来。里面有够黑的，把侧边打开才发现已经很亮。开心站的遇到下雨，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透明的 TPU 在前面，然后看出去。早安。对。开心站会遇到下雨。嗯，一定要的、啊。对，这是一次两顶，包含天幕的话，就两个一起顶的。对对对，昨天半夜下好大哦，超大的，我有被吵醒。对，那这边呢、啊，营区有一些规定啊，就是大家记得一定要遵守。如果你要过来的话，对，定位前一定要看清楚。其实它这边并不会有太多的虫鸣鸟叫，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话，平日来这边就很安静。禁止卡拉 OK，、嗯、禁止大音量的声音。大音量，对，他有写啊，真的啊，大音量播放的音乐引起一切大声喧哗。然后呢，他说，如果以上经过营主如果劝导无效的话，最严重营主会立刻退款，而且请你立刻离开。在他们的卫浴设备啊是没有提供洗发精、沐浴露，没有卫生纸的，所以大家记得自备。自备，然后也没有饮水机哦，所以记得来这边的话。一定要记得自己带水。搜寻的话，我是远传，我只有4G2格。哦，是台哥大。
三个可以用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边呢，我觉得就比较会适合上来放松或者是冥想清静的人，他们有亲子的元素在里面。对，然后你还可以到旁边去，他有一个步道可以走到上面，它可以走到零线上面去。在收帐的时候遇到下雨嘛，上面都已经晒干，然后雪裙还是湿的，然后你要在那边擦啊擦，有时候整理帐篷又不好收。那我们现在呢，直接把雪裙拆下来，脏了就脏了，你回去洗就好了，你只需要拆雪裙，你看就这样一条，然后你就直接把它揉一揉带回家，比你晒一顶帐篷方便吧。我想到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煮饭神器来炒了，因为我不是说我没有带夹子，我没有带铲子，我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嗯，对啊，啊那个是陶瓷烤盘的，所以不适合用那种这种哦，对尖锐的东西去碰啊。所以我刚刚就想说，嗯，好，那我就用这个来就好了。用泰克对可以吗？其实也是可以、啊、是可以的啊，它只是下面卖相就不好看而已，就会黑掉。那刷一刷就好了。刷一刷可以变其他颜色哦。要缺呢、欸。暂时班也有黑色啊。底部全黑化。可以哈、哦。到底要做多少次这种黑暗料理？哎、欸，你看这就是女子单人露营哎、欸。对啊。那你趴着趴着趴着，然后翘脚，勾脚，不要看镜头。好羞耻哦！在干嘛、啊？你看这个空间啊，你摆两张单的行军床，两边对，然后中间再一个就是一点点小布置小桌子，对，好看，超舒服的。然后像这样子，刚好又是符合我们的 L 号的 size， 那两边还没开。还有透气窗哦， oh， 来开开给大家看。我很喜欢 Kenny 他的设计啊，他的拉链做的刚刚好，他不会全部都拉链。然后你看哦，两边拉链拉下之后，他这边是怎么不粘？哇，对哦，你看整个通透感，超透气的，超舒服的，很喜欢。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如果你把它穿的外帐以后会消失，外帐就是透明的那个天窗。如果说今天要评论 Kenvy 的这一款螃蟹帐的话，除了冬天可以用，它可以外加雪裙之外，夏天雪裙拔掉，它里面是透气的科技棉，你在里面可以睡到自然醒，就算太阳晒大你都会觉得没感觉。晚上呢，它还有天窗可以让你看星星，白天可以让你看云。绝对玩不起来。第一次挑战失败，算了。正常来说，原木原色我会放在最下面啦。哇，那没帮上什么忙哎、欸。很赶很赶，已经全部起雾了。那一样，垃圾不留山林，把垃圾带回家。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携带过来的东西尽量用保鲜盒、保鲜袋。我们是大发家，下次见，拜拜。哎，忘记请大家订阅我们了。蜜蜂在我们的电风扇上面，怕怕呢。
不知道多少人看到你煮东西哦，现在在荧幕前面吐出来，哦，在干嘛？这个哦，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我就觉得到底在干嘛？他在煮，哦，不像弄的。